求菩萨你保佑我哋马家举家上下咧都身体健康，最紧要咧就系姚嫂早日脱离牢狱之灾。而家嫂佢一索得难，为我哋马家开枝散叶。奶奶小心啊！哎呀，你唔好扶我啦，二家嫂，你有咗嘛，你要保重身体噶自己。知啦，二家嫂啊，我知道今次你为咗耀祖嘅事，你受咗好多委屈。你放心，奶奶一定会帮你嘅，我绝对唔会俾嗰啲闲花野草踏入我哋马家一步。多谢奶奶，奶奶冇咩送俾你，呢一串系开咗光嘅佛珠。你收了他。奶奶，多谢你啊！呢串咧系多子多福嘅佛珠，好灵验噶。我连续咧生咗耀宗、耀祖、耀堂，都系靠佢啊。而家咧等佢保佑你，同我哋马家三班嘅男孙开始散业。大家嫂啊！咩事啊，奶奶？嗱，你生咗两个系最有经验噶啦，你就负责打点，得闲咧就谂下煲啲咩补品俾二家嫂食。知啦，奶奶。诶，仲有啊，三家嫂，嗱，你时时喺公司啦，你好啲照顾二家嫂啊，你唔好俾佢咁操劳喎。奶奶，你放心啦，我同 Sammy 感情最好噶啦，不过而家我自己都有咗 B B， 我惊照顾唔嚟。你有了四个月了，现在的肚子抬得很稳了，不用怕。二家嫂又不同，她刚刚有了。二家嫂，我看你都累了，我跟你出去休息一下。好啊，你走开一点。哎，不怪之见不到二嫂和三嫂你们两个啦，原来在这里谈蜜计。哎呀，大嫂，我们哪有那么多蜜计谈，在都光明正大讲啦。哎呀，二嫂，你做咩唔带住奶奶送俾你嗰串多子多福佛珠啊？你唔惊奶奶见到唔高兴啊？啊，唔系，我同奶奶讲咗噶啦，佛珠咁贵重，我惊唔见啊，所以我放咗喺房度，瞓觉时候带住瞓。希望你真系帮奶奶生翻个男孙就好啦。哎呀，三嫂，你个肚入边都系男仔嚟噶噃。你同二嫂咁好姊妹，生仔都好似赛跑咁。你估你哋两个边个帮马家生第一个男孙啊？如果讲到咧要赛跑嘅话咧，大嫂啊，你一早去到终点啦，生咗两个女，到时候佢哋一人搵咗半边仔，凑够咁咪一个咯 ，Sammy 好。慢慢行啦，大嫂。放心你啦，你明知个最罩忌啊，讲佢生两个女噶嘛，你仲要讲到出口？喂，点解唔讲得啊？我一讲啊，就要讲正佢要害，想挑拨我哋两个，我哋自己打交我哋嘅事，几时轮到佢出声？乜你好想同我打交咩？梗唔系啦，我哋第二个仔出咗世之后啊，肯定由细打到大啊，男仔咁鬼曳。我哋读书嘅时候啊，已经成日斗噶啦，两个细路出世仲要佢打啊吓 ！Hello， 北美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，我系 Toby 梁正琪，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荣耀》，就快啲攞你哋手机出嚟，然之后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